好，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场是由呃台大肖老师 NS Lab 的王靖杰及李安杰带来的，呃，打造公平的游戏转蛋，在不泄露原始码的前提下，呃，验证虚拟转蛋的几率几率。那呃，像这这一场的话，就是呃。 密码学的应用，那其实我们传统密码学的话，有就是加解密啊，或者签章之类。但密码学其实不只是应用在这这个这些呃传统的应用上，那也有一些，例如说呃像匿名投票之类的。那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实用的这个呃应用。那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Hello，大家好，那我是静杰，然后这是我学弟安杰。 然后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关于虚拟转蛋的几率验证。然后首先先感谢各位，就是来我这边没有去 Orange，OK，<laughs>、okay, 我也蛮想去听 Orange 的。好，那首先我们就是来讲一下我的 background。background 的话就是什么是虚拟转蛋。那请问各位有在玩手游的，帮我举个手好不好？哎，好，蛮多的。那有在抽抽虚拟转蛋的，可以再举再再举手吗？好。 那有氪金的继续举着，哦、oh,，很多很多不错。对，那有氪金的人，大家一定很在意，就是这个几率吧，对不对？那我先讲一下，呃呃，for 不知道这个机制的人的话，我快速科普一下，就是转蛋是来自于日文的“ c チ a 然后这个大家那个右右画面右边看到的这个是转单机，大家应该玩过吼。那这个东西拿到线上游戏的领域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花一些钱，然后获得一个随机的虚拟宝物。然后这个机制常见在一些 free to play 的游戏，尤其是现在手游当道，就是有统计发现78，七十八趴的获利都是靠这样的机制。 OK，但是，呃，又有很多篇 paper 就是有提到说，这样的机制其实会引发就是赌博成瘾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几率揭露，他们他们会把几率揭露当成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法，因为赌博赌徒的心态有时候就是你觉得有一丝丝的可能，然后就會想要去 try。但是如果你让他可以就是获得客观的几率的话，他也许可以做出比较客观的 decision。OK。 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目呢？其实大家会说台湾市场很小，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手游的这市四战的话，就是可以，这是一个外国网站的统计，发现台湾在手游消费上面排名是很前面的，而且在疫情期间，台湾还是逆势成长，就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都都有下跌的时候，台湾是逆势成长，所以这个题目在台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直到就是二零二一年之前。 都没有一个就是相应的法律，就是转蛋俗称的转蛋法来规范要怎么去，呃，就是要规范业者要公布几率这件事情。那直到就是二零二一年之后，有人在这公共政策平台上面就是发表了这样，就是连诉了这个转蛋法，然后那时候也获得了很多人的附议。然后就是很巧的，在这个连诉的活动过了没几个月之后，发生一个事件，叫做丁特别天堂恩的事件。 那对大家应该有有看过这个事件。那我很简单的 brief 一下，就是他他在八月跟九月分别砸了两百多万，总共四百多万的钱台币哦，然后去抽某个东西叫子布。那子布它就是一个虚宝。 然后这个游戏公司的公告是说，我们台湾版与韩国版的天堂 N 的几率是一样的。然后丁特就很好奇，就去查韩版，然后发现韩版是公告的几率是十趴，但是他抽出来就是只有二点二八趴。然后他就很生气啊，然后就去提告。然后提告了之后，游戏公司马上改公告。然后看一下，就是旧的公告就是可以看到有写说，所有几率韩版一致嘛。然后新的公告就是有有改变这个内文。 OK，那因为那他,他在开直播很激动，就是在在呛这游戏公司，然后当然会有观众就是说，诶、欸，是不是你自己脸黑，运气不好才才没有抽到十趴几率？搞不好真的是十趴。那我们就有请一个数学老师，他就算出来，就是你今天我们用那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嘛，你中几率是十趴。 然后你抽了四百七十五次，然后只成功十一次，我们就去算它的几率嘛。然后答案就是两百亿分之一。然后如果你要说两百亿分之一是可能的话，那也是当然有可能啊，只是几率非常低。我们我们更愿意相信游戏公司的宣称的几率是有问题的。OK，然后它的后续就是在去年就。 就是有公民交易委员会，就是有有处分书，然后要求要处两百万的罚款。然后我去看一下处分书，发现有趣的是，他们从内部的通讯记录发现，实际上的几率就是五趴。 然后这个是他们公司内部是知情的，但是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因为韩版韩版说韩版一样是十趴嘛，但是韩版每次制作的材料是两百多个，然后台湾制作一个是大概一百个，所以成本是一半，然后几率也只有一半，但是期望值是一样的哦。但是就不这样子这样子解释，大家不接受嘛？因为你网站上公告就是说几率一样，所以。 OK，那这个是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处决，然后后续也有明示，就是在不久前一个月前，就是出现了法院认他是法官认定的广告不实，然后还有法法官认定就是他们的态度恶劣，所以判赔三倍，总共要罚七百多万给丁特，所以这边就是游戏玩家的胜利。那但是。 OK，这这个事件是一件事情，然后也其实也促成了转蛋法推动。那还有另外一件事的话，就是，呃，这是在巴哈上面的一个前员工，呃，自称自己是前员工，然后透露了内部消息，那就是某个游戏，然后它会依据你氪金的金额，就是你有储值过的金额来来去呃调整你的几率。 那你就是出资比较多钱的时候，它的几率就会下降；你除了钱比较少的时候，它几率会上升。然后其实，呃，概念上也蛮合理的，因为你刻很多钱的话，他就吃定你一定会把东西抽出来嘛，所以他就是让几率降低，让你花更多钱。但是这个留言就是很不爽啊，大家就说啊，你就是就是欺负我们这些就是克克佬啊。所以，呃，这这这篇文也是促使那时候转单法推动一个蛮蛮重要的一个。 的一篇文，所以就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就是有生效的台湾转弹法。那这边的话，我就是快快速的讲一下我们规定了什么。然后就是第一点最重要就是必须应业者应揭露几率，然后还有对于几率的定义跟怎样的范围需要揭露几率。那我们这边定义的话，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抽的东西是涉及到现金，就是呃你要比如说要花一百块台币抽 A。 然后这个 A 的几率就必须要就是公布，然后再来你用 A，然后再去抽 B 的话，那个 B 的几率也要公布，就是一路这样下去都要公布，就是这、就是有限定范围，不然有因为听说呃可能有些游戏的话就是你就是钱换了一个 A 之后，然后再用 A 去抽 B，然后 B 就不用公布几率，那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这边定义的话就是有参考日本跟韩国的定义。 那这边就是可以再看一下日本、韩国那边怎么就是规范转单。那日本的话，就二零一二年就是透过这个简称《精品法》的东西来规范。然后他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个、就是日本线上游戏协会 （JOGA），它它它算是一个 self-regulating，就是说产业自律的的方式。然后发布了这个 guideline。那他们比较有趣，就是他们有限定。 抽数要就是保底，保底就是你呃你抽多少抽之后一定会抽到某个稀有的东西的的数字叫做保底数，然后保底要小于一百，然后保底的金额要小于五万日元。 然后，呃，这是日本。然后韩国的话，就是他们一开始也是采取像日本一样的产业自律的方式去规定转蛋的几率。但是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一个游戏大公司，然后被罚了九点四亿韩元，然后所以也促成了他们在今年二月的时候也透过透过法律来限定，就是需要公布转的几率。OK，那其实。 身为一个玩家，我也是我也是一个是一个氪金的玩家，但我最在意的是怎么验证几率嘛？因为你公布公布的是一回事，但至于实际上是多少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这边就引述了这一篇 paper，这篇 paper 就是一个日本的 paper，那他就是呃调查了非常多个日本的大学生，然后看他们对于就是虚拟转蛋的看法。那就是我 high t 几个，就是他们很同意跟很不同意的一些。 句子，那像很同意的话，就是他们都很同意认为几率必须要被宣布，然后他们很不同意，就是他们觉得机几率是正确的这件事情，他们很不同意，就是因为实实际上的话，可能游戏公司会动手脚，但是你无法得知，你无法验证。然后底下我也截图了一些 PPT 上面网友留言，那就是说。 你要验证几率是不是要先氪个二十万？像丁特这么有钱的人才有办法去验证几率呢？然后或者是说你真的觉得有问题的时候，那游戏公司会不会说是样本数不足，然后不足以用来就是说说它的几率有造假？对，等等的问题。那接下来的话，嗯、呃，就是今年今年初的时候，台湾就是有开了一个平台。 然后叫做第三方，它就叫做第三方验证平台。然后这个网址是是这个，但是近期去看的话，它已经坏掉就是它已经没有在维护了，有点可惜。但是它做的事情的话，就是说它可以让玩家上传自己的抽奖记录，然后并且附带着荧幕录影。然后它宣称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验证这些资料的真伪，然后还有帮你做数据的统计。 但是，呃，身为一个治安的学生，我们很在意的事情，当然就是我我们会从治安的观点去切入。那，呃，荧幕录影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办法达到一百0的正确率嘛，因为你你可能只看，因为你不可能从头到尾都看，你可能跳着看，那中间就有可能有些东西是是假的。然后就是荧幕录影这东西，它并没有提供给大众认证，所以我们是很希望，就是我们开发出来的系统是能够让所有人都可以去验证几率的。 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有没有办法侦测，就是 hidden input，就是说，有时候你今天看到你是台湾人，然后你几率比较低，你是韩国人几率比较高之类的，这件事情就是呃很难在在这个系统上面很难去发掘，因为你你这边就只是把大家出场记录上去，你没有就是把一些把所有的参数都 include 进去，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平台也有一个叫选择性上传资料的问题。 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你你如果都抽中的话，你就不会想去上传嘛。那你有可能，你通常就是你没抽中的时候，你才会去把资料上传，所以有可能这资料跟真实的统计分布是有一点 bias 的。OK，好，那我又在引述另外一篇 paper，那他是用 blockchain 来来做，就是他说这个 transparent log，然后他的。 缺点的话，大概讲一下，就是它它这边 paper 是使用时间戳来作为随机的来源。那时间戳的话，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好预测嘛，所以就是有有可能会 bias 它的几率。然后再加上它是用智能合约来写它的抽奖的方 n 所以智能合约放上链就是公就是开源。但是实际情况下，就是公司应该是非常不愿意开源自己的抽奖程式。 那这边就是稍微讨论一下為，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开源就好？开，因为呃，像我昨天就有跟一些法学专家聊过，就是要游戏公司提供原始码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在法律上就是很难做到，因为他们可以说自己的城市码是营业秘密，说商业秘密，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很困难。然后加上就是。 我们如果设计的这套系统是不需要公开城市码就可以验证的话，其实也可以大幅增加，就是厂商愿意使用这样的验证几率的的意愿。OK，所以我们的目标一直都设定在就是要不泄露城市码的情况下验证。然后这边就大概列一下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然后呃，就是第一点就是正确性。然后概念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几率，嗯、呃。 机机率宣称是正确的，那你这个 verify 的过程就会成功。然后这是一个弱且微弱的关系，然后再就是可验证性，然后还有就是 input transparency，就是说你今天 input 它是需要公开透明的。然后 algorithm i hiding 的性质就是它不会泄露城市码本身的性质。好，然后在真的介绍我们的 protocol 怎么实做之前，我们 就是请安姐来帮我介绍一下我们需要用到的密码学原件。好，那。 呃，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实做一个可以验证的抽奖机制呢？就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生活中的案例。就如果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进行抽奖，那我们会怎么做呢？首先你需要有一个抽奖箱嘛，然后你在抽之前你可能会把它摇一摇、晃一晃，把它弄乱之后再从里面抽一个结果出来。所以如果换成我们的概念的话，就是首先抽奖箱就是你要有一个抽奖的 function，那弄乱的这个动作就是你要给它一点 random 的 input 进去嘛，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结果。 那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一个可以验证的抽奖机制，它就会需要一个可以验证的 function，以及一个可以验证的 r e n d o r source，这样。好，那我们先来讲 r e n d o r source 的部分。我们到底要怎么产生一个可以被验证的 r e n d o r 呢？就是呃，大家就是应该也有城市相关的经验，就是如果今天要请我 r e n d o r 一个零到八的数字，我只要 constant 的回答四的话，你其实很难说我是错的嘛，因为这确实也有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是，呃，我们会请所有想要使用这个 random 的人呢，都提供一个 random source 出来。那我们把大家的 random source 全部 xor 起来，然后作为我们最后的结果。那呃，因为 xor 的性质嘛，就是所有人的 random source 都可以把原本零到八的结果重新 mapping 到零到八。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确保说，只要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 random source 是足够的 random。 那最后的结果也会足够认得。n 这样。那但这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今天我们在产生 random 的过程的时候，我先看完了所有人的 random，然后我有一个内心想要的答案，那我就把所有人的东西先 xor 起来，在于我想要的答案 xor，那作为我的 random source 提交出来，那我就可以操控整个结果变成我想要的结果嘛？对，这是 xor 的一些原理。好，那。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就是呃更完美的选项。那这是 Level 的学长们之前提出来的，叫做 Head Start 的一个 Random 产生的方式。那他的做法其实还蛮单纯的，就是他会把整个 Random 产生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Contribution 的 Phase，然后就是请大家提交一个就是 Random Source。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 resource generation phase，它是把大家提交过来的这个 r e n d o m source 用来产生我们最后的结果。那呃，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很单纯的，大家把自己的 r e n d o m source 拿出来嘛。然后再就是呃，我们会把大家 r e n d o m source 用一个资料结构叫 Merkle tree，把它全部呃全部存起来。 那 m e r o tree 它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去证明说你的 random source 有没有被包含在这个 m e r o tree 里面。它有一个就是 m e r o tree p a s s 的证明方式，然后就可以用 log n 的时间去证明这件事情。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确定说自己的 random source 是有被采纳的。好，那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把 m e r o tree 的那个 root 节点拿出来，然后它理论上会是一个 hash 值，然后放进 VDF，叫 呃、uh,，verifiable delay function 的一种 function 里面，然后最后就会产生我们可以验证的 randomness。那那个 VDF 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种 function，然后它的要求是说它可以被验证，而且它在就是短时间内是算不出来的。好，那为什么这样子就可以达成我们说的就是安全性呢？首先第一个是呃。 他要怎么确保说大家的 contribution 都有被放进去？就是用刚刚说的 Merkel tree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他是怎么防止呃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看完所有人的 contribution 之后去操控结果这件事情呢？他是透过那个 verifiable delay function 的呃的性质嘛，就因为所有人在 contribution phase 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算出最后的结果的，所以。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办法说，因为我想要这个结果，所以我就预先改一下我的提交的 contribution，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 contribution 改成这样之后，最后那个 vdf 出来的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操纵那个结果。 那最后是 scalability，就是到底如果人今天有很多人想要使用这个 random 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提交嘛？那会不会在验证上就会出现一些困难？那因为 m i c r o Tree 它可以只要 log n 的时间复杂度就可以去验证一个，就是提交有没有被放进去，所以它就比较不会有，就是很多人要使用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这样子。好，那我们讲完就是。 一个可以验证的 random source 之后，我们要来讲一个可以验证的 function。那一个可以验证的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 prover 说我使用了某一个 f of x，但是他不告诉你说 f of x 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你基本上你给他一个 input，他随便给你一个 output，你都不能说他错嘛？那 呃，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是，就厂商他可能会不愿意提供说他的 function 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但他必须要先给出一个承诺，我们称为 commitment。然后，那在之后他在给的 output 的时候，必须要附上一个证明。那使用者呢就可以拿这个 output 跟证明，以及他一开始给的那个承诺，就是 commitment，去验证说这东西是不是他在一开始做承诺的时候就被决定好的这样。 那呃，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把我们的 function 局限在多项式里面，然后这样称为 Polynomial Commitment。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东西要怎么做。呃，首先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会有一个 Prover 跟 Verifier 嘛。Prover 就是他要拿 function 去做产生 Output 的那个人，然后 Verifier 就是要检验这个结果对不对的的那一方。 那除了他们两个之外，我们还会需要一个额外的 trusted setup，就是一个第三者，然后负责帮大家产生一些就是需要用到的东西，然后负责保管一些秘密这样。好，那首先第一步是，就是 trusted setup 会需要先准备两个 e l l i t i c curve，然后他把第一个 e l l i t i c curve 的 generator 跟 呃、uh,，generator 乘上贝塔，然后乘上贝塔平方、贝塔三次方这几个点，交给 Prover。那 <coughs> Prover 在进行 commitment 的时候，他就会把原本他要做的那个 polynomial 的 x 零次的系数、x 一次的系数、x 二次的那个系数，乘上那个就是呃贝塔零次的那个点、贝塔二、哎贝塔一次、贝塔二次的那些点。 然后这样子全部组合起来之后，作为他的 commom 用来表达他这个多项式 <coughs>。然后，<coughs> 呃，好 <coughs>、嗯嗯 <coughs>，更没有声音。<coughs> 不好意思，他他他刚从美国回来，还在感冒康复当中，可以吗 c a 嗯，应该可以。那、呃、他会这样做的是因为，就是呃，在 trust setup 没有告诉 Prover 说 beta 是多少的情况下，Prover 因为 Elastic Curve 上面 Discrete Log 是不好做的嘛，所以他没有办法算出那个贝塔，确切来说到底是多少，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制造出贝塔负一次项跟贝塔负二次项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只能乖乖的去制造出这个 Polynomial 这样，然后这个性质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说它到底是用在哪里这样。好，那如果今天他想要去公开某一个特定的点，就是 P of Z 的结果是 V 这件事情的话。 那它的 proof 要怎么产生呢？首先就是它会把它会去计算说，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把 p f x 这个多项式减掉 p f z 就是那个点的结果的话，它会就会新的这个多项式，它在 z 这个点，呃，应该说新的这个多项式就会有 z 这个根嘛，就是把 z 带进新的多项式里面之后，它会变成零这样。那也就是说，新的多项式可以被 x 减 z 这个式子整除。 然后所以说新的这个多项式除以 x 减 z 还会是一个多项式，那所以它的证明呢其实很简单，它只要证明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多项式，它就可以证明说 z 这个点的值真的是 v 嘛。好，那所以要证明这个东西是多项式的方式就是它一样把这个新的多项式的每一项每一项的系数拿去乘上刚刚那个贝塔零次项的点贝塔一次项的点跟贝塔二次项的点。 然后全部总合起来之后，再丢给 verifier。好，那 verifier 这边就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它会需要用到一个叫 elliptic curve pairing 的技术，然后去算就是嗯、呃、那个就是呃 decisional 的 diff d i f f i h e l l m a n 之类的东西。那呃讲白话一点，可能就是它可以把那两个 e l e c c u 前面的那个要乘的东西提出来，然后就会像旁边那个式子这样一路展开展开，然后诶、欸，应该说一路一项一项，然后变成最后那样，所以他就可以证明确定说，他第一次给的东西跟第二次给的东西有符合说，第二次给的东西真的是那个多项式去除以那个点的那个诶、欸、去除以嗯贝、呃、塔减 z 的结果这样。好，那 verify 验证完这件事之后，他就可以跟 prover 说这东西是对的或错的这样。 好，我们听完了刚刚那个是比较简单的 case，就是只有 p o y n o no a l 的状况。那比较 general 的话，就是 function a l c o m m i t m e n t 的部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一、e、对一、e、mapping 的这种 function，呃，也不是，呃，对了，只要是 function 的话的 case。那我们用的 function a l c o m m i t m e n t 是 b e n n e l t 他提出来的这个 function a l c o m m i t m e n t 那它的做法大致上来说是把 function 先转换成一个叫 R1CS 的形式，然后再把那个 R1CS 的形式转换成很多个 polynomial，然后再对那些 polynomial 做 polynomial commitment。那有点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在这里继续讲下去。那但我们后面应该会用到 f u n c t i o n a l commitment 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会解释一下 f u n c t i o n a l commitment 需要有哪些要件这样。好，那一个 f u n c t i o n a l commitment 的 scheme 它需要有四个功能。 首先，第一个是它要有 set up 这个 function，然后应该说还有 set up 这个功能。那 set up 就是它要决定说它的 security 的 bit 要多少，然后跟它可以接受的 function 能够有多大这样。然后第二个是 commitment，就是它要把一个 function 能够做成一个 commitment，就是给出一个承诺这样。然后接下来是 eval，就是在经过前面的步骤之后。 一个方选跟一个 x 到 y 的那个结果，就是一个 input output 的结果，它必须要能够给出一个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最后在 verify 的时候要能够符合那个 commitment 跟 x y 的关系，然后被验证出来说是对的，这样。好。 好，那谢谢安杰介绍我们需要用到的密码学元件。那我们已经努力使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介绍这些东西了。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是直接把这些密码学元件当成可以想成一个黑箱，然后我们就使用它的性质来来进行我们就是设计我们的 protocol。 然后，但设计之前，我们要先把问题定义清楚嘛，所以会需要讲一些假设。那这假设的话，其实，呃，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假设 server 它不会 abort，就是就不会说你你今天要说我要抽一个奖，然后他发现你没抽中，然后他就直接假假装 abort 掉了，他不行，这我们假设不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 大家都可以放东西上去的一个布告栏，然后这布告栏是不不能篡改上面的资讯的。那实物上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大家公信、公信不错的，然后不可篡改的呃中心化平台，或者是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等等。好，然后其他几个性质就比较细节，这边就先没有没有讲。然后我们对于 r u b s Open i n g Function，就是你实际上抽奖的那个方选的定义是这样。 就是你是你的 i 面是有一个 R，然后这个 R 就是放 randomness 的 i 面，然后 O 的话就是我我把其他的所有参数都放在 O，那就比如说你抽奖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包含你的游戏的等级，包含你比如说氪了多少金之类的这种这些资讯都会放在这个 O O 这个 i 面。那我们的目标的话就是我们 R 跟这个 O 的斗面从从里面随便拉的东西出来，然后你有抽中的几率。 这这件事情，然后要大于等于它宣称的几率，我们叫做 p 零。那这是我们的目标。那等一下介绍我们的 protocol 的话，就是会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叫做几率验证 protocol，probability verification protocol。那它的目标的话，就是你要验证这个方选本身它的几率是不是有符合宣称，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我们的目标。 大于等于 p 零，然后另外一个 protocol 的话，就是你假设你已经验证完，你相信这个方学没问题了，那你这个 protocol 就是你真的在抽的时候要怎么运作，然后才可以保证你呃 server 它并没有恶意降低你的几率之之类的事情。对，然后这些 protocol 的话会分成以下这几个步骤，那我们就先从 probability verification protocol 第一个步骤 c 要开始。 那 CR 的话，就是它会首先会有一个 source code 嘛，但这 source code 是不需要公开的，它可以透过 functional commitment 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 commitment，commitment、嗯、就是一个固定长度的一个资讯，然后再把它放在布告栏，然后再来就是这边需要 specify 一个 mapping function。那在 mapping function 的概念概念上，就是说你要怎么把一个随机数，然后 mapping 成就是你要测试的资料。 那你要测试资料，就是实际上你去抽的时候，会需要用呃，input 到 function 里面那些参数。那这边就会跟梅平方选，然后这个东西是需要先 specify 好，然后放在布告栏上，就避免它日后篡改。然后再来就是要 specify 一个 n，那这个 n 的话就是你有你要经过多少个 beacon 的 interval 之后去拿那个 render output okay, be,、呃。o k 呃这个 beacon 就是那个随机呃 render speaker 的那个 beacon。 然后在下一个阶段的话，就是 randomness contribution。如果你不相信这个 randomness 的话，你就可以投提交提交自己的随机数上去。那提交的时候，我们有就是前面有介绍到，它有一个性质，就是你事后可以验证，就是这个随机数是不是有把你的随机数 include 进去。然后有的话，你就可以确信说，呃，这个这个随机数是真的很随机。因为因为假设就是我们开的随机是 不会被预测，不会被 manip manipulate。好，然后这个阶段结束之后，我们过了 n 个 interval 之后，我们就会从 render speaker 拿到一个 render s r，然后再透过这个 main t i 方 n 我们可以算出就是我们这边先把它叫做 angle 测置，然后这个测置的话就是刚刚说有 domain 是有 r 的 domain 跟 o 的 domain，然后就是 r 零到 R 零 O 零到 RMON，那这东西就是 Game Server，他他拿到这些设置的时候就，就就先用这个方选，实际上去算一遍，然后会得出这些 Output 嘛。那这个 Output 就是零或一，就零就是没抽中，一就是有抽中。然后有有这些 Output 之后，再用刚刚介绍的方选和 Commitment 有一个 Eval 的这个 Algorithm，然后可以算出它的 Proof 派。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些结果跟这些派，就是打包起来，然后放到不管上。 那这时候就是放在布告栏上的东西，所有的使用者，所有好奇的人都可以去把这些资料下载下来，然后去验证。那怎么验证呢？就是他一样可以去 Render Speaker 这边获得 R 嘛，因为这是公开的。然后 m a m i n g Function 也是公开的，刚刚已经放在布告栏上，所以他也可以自己去算算出这些 Test Data，然后再去一一去就是呃一一去 Verify 这些 Evaluation 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那简单简单来说，就是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验证随机数 OK，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验证方圈都卡密文 OK，然后他就会获得了这么多册子嘛，n 个。实际上就举例来说，可能就有一千个。那他有一千个册子的时候，他就可以就是算出他的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嘛，那就可以确认说这个激励全程有没有问题，或是呃或特定一点的话，我们用统计学上的方法，一个叫假设检定的东西，就可以。 就是做做到呃确认验验证几率这件事情。好，那经过了这个 protocol 之后，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的目目标就是可以验证这个方选本身它的几率分布是有符合预期的。至于说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抽的话，就是下一个 protocol，我把它称为 Luby's Opening Protocol。那这个目标的话，就是我们 c l e n 要确认它在这个 protocol 过程中，它获胜的几率是没有被 bias 的。 那另外一方面，从 server side 来说的话，他也希望 client 在这个 protocol 之呃这个 protocol 进行之中是没有泄露他的资讯给 client 的，因为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前提嘛，就是希望城市码是不会泄露的。OK，那我把这些这几個步骤都浓缩在这个 diagram 上。那第一步就是这边的 set up，那就可以看到 set up 它呃 server 会先生成一条一条 hash chain。 那这黑券的做法的话，就是它先 sample 一个随机数，我把叫做 α1，然后它再算 h 方选，就会就是把 a l p 丢进一个 h 方选，会获得 h，呃 a l two，然后我们就做 n 个，就获得到 α n。那我们就把最后一个，就就是最后一个 element α n，就传给传给我们的 player，然后 player 它这边会有一个 local variable，然后叫 current，然后先把它设定成这个 α n。 OK，那这 c i 只要做一次，然后接下来是 Evaluation、e。Evaluation 就是你每次抽的时候都可以跑跑这个步骤。然后你首先你就是要 sample 一个 local random 贝塔。那这 local random 的话，我们是有假设它并不会被 server 预测，也不会被 server 给控制。然后再来就是准备一些其他参数。就刚举例说，像游戏等级啊，你出了多少钱，你是台湾人还是韩国人之类的这些这些资讯，可能会会呃需要放在。 转蛋的 input 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会发起一个 request，然后 request 的时候，就是 server 他会去 verify 这个 O，、哦、这个 O、哦、其实，呃，server server 那边应该可以验证，因为比如说你今天实际上就是八十六等，然后你宣称自己是八十七等，但是 server 一看就知道你在你在,你在做做坏事，所以这边 verify 完，然后呃没问题的话，他就会去找出前一个。 前一个黑圈的的 element，那我就把它叫做，就假设现在已经进行到 alpha i，然后他就找出 alpha i 减一，1, 就是因为 server 会把这整条圈存起来，然后再来就是他就使用这个 alpha i 减一去当做他的 random source，然后这个 alpha i 减一，1, 然后去 c o n c a t e u r r e 提交上来的 beta，这这这一串东西当做 random source，然后 along with 这个 o。 接下来，他把它放在方选里面，然后会 evaluate 出一个结果，然后就是 y 嘛。那这个 y 的话，就可以回传给哦、呃，他把这个 y 跟 alpha i 减一就回传给 c a r e n t 然后 c a r e n t 他看到的时候，他要先验证这个黑圈有没有有没有乱来。那做法就是把它丢到 h function，算一下有没有等于它的 local variable current。那有 OK 的话呢，那他就是更新一下 current 的的,的值。那这样的话，他就是获得这个 output。 就是它的 result y 嘛，那它就可以呃知道自己有没有抽中。那接下来第三个 verification 认证的过程，我把它设为 optional，原因是因为其实如果你抽中的话，你其实不一定要认，不一定要验嘛。因为呃通，通常情况下就是你可能连续都一直没抽中，那你要求验票这样这样的概念。所以这個东西它它如果想做的话，还是可以做，那就是把当时它。 他收到的 result 跟他收到的阿法 i 减一就是，呃，request a server 说，我需要你给我 proof。那这时候他就是可以使用 function commitment 的 eval，然后去算出这个 p 然后，那最后就是可以用 function commitment 方式去验证。那再再再来一次，就是 function commitment 的 verify，再 verify 什么呢？就是 verify 它这个方选是用呃之前验验证过几率的那个方选是同一个方选去计算出来的。 然后是不用不需要知道这个 function 本身的资讯，但是可以验证它是用同一个 function 去计算出来的这件事情。OK，好，然后我们也有做实做出来。然后实做的话，就是我们先用简单一点的 Polynomial Commitment 的 Construction。然后实做出来之后，呃，它的 Complexity 大概就是在 Commitment Evaluation 的话，大概是 Linear 图它的 Degree。然后 Verification 时间都是 i 生态。 然后当 t 的就 degree 是150的时候，大概时间是这样。然后我们有做更多不同 degree 的分布，然后时间都上都是应该是可以接受。就是你在算你在 set up 的时候时间是很短。然后这个 evaluation 跟 verification 的话，就是固定就是算三十个就 OK，算三十个测值。然后呃这边有去看一下，就是在不同的 sample size 下的它的。 它的时时间上是怎么样的分布？那这边就是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斜直线的分布嘛。好，那然后这边就我结论，结论的话就是我们这篇 work 就是呃先介绍了虚拟转弹然后呃介绍一些法律上面的东西，然后一些有趣的密码学工具，还有我们怎么设计我们的协定，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实实做上的分析，然后我的报告。 我们的报告到这边，然后有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啊，精他们带来精彩的演说。那呃，大家有没有问题想要问的？那也可以上就是官网的 s l i d o 上问。呃，请那个呃，谢谢你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 probability verification 这个步骤的时候，你怎么确定它的 test？ data 进来的 f 跟实际上运行的 f 是一个同一个方式。o k 这是一个假设。这个不是假设，因为它 function a l commitment 就是会 set up 的时候会把那个 source code commit 成一个东西嘛，嗯、这东西就是放在一个公呃公开平台上。那我们在验证的时候，其实概念上就是验证说你今天这个 evaluation 真的就是跟 这个 commitment 已经 commit 上去的那个方选是要要一致。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好>没错。那第二个问题是在 lot b o t opening protocol 里面的时候，你怎么确定那一个那个 f 啊，是你前面验证的那个 f？OK，、okay, 对，刚刚可能没有讲太清楚。那就是在验证的时候，它一样会拿拿这个 commitment c 当做参数。呃，commitment 就是在在 PP 里面。那其实概概念一样，就是跟刚刚讲一样，就是你要验证跟前面你放在 那个布告栏上的 committee 是同一个方选去 evaluate 出来的，那你这样就可以，因为你刚刚做过，先可能先做过 probability verification protocol，那你确认它几率没问题了，那这边的目标就是就是用一个不会被 bias 的方式，然后去算出你的自己的结果，然后确认是用同一个方选这样子，好，理解，谢谢，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没有问题。 呃，线上有个问题，就是呃，你们提到你们的 VDF 使用椭圆曲线密码系统建构，有考虑过采用后量子密码学的变形吗？呃，预期如何调整？呃，那个，这我们的 VDF 应该没有用到椭圆曲，欸、哦，好像那次有吗？啊，没有吧？它是椭圆所以没有。 椭圆曲线是应该是 functional commitment，然后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有相关的 paper，就是因为椭圆曲线会需要额外的假设嘛，就 Perry 那边相关的假设。那其实有更好新的，就是后量子安全的那些密码学元件 l a t e s 之类的，然后都都有相关的研究，只是因为可能并就是他们的呃 performance 并没有到预期，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都先先采用。 呃，像 e l i t i c u r v e 这样的 construction。OK，好，所以呃，某种程度上来说，像之前你们呃，这个呃，是依赖就椭圆曲线 discrete log 很难解的这个特性，所以最后可能就是找 lattice 里面类似的 trapdoor o n 来做一样的事情。对对对，没错。所以<好>呃，未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朝向这方向研究。嗯，那呃，另外像这边的话，你们这个。 更简单点的说，就是是说，使用者他在抽转蛋的时候，其实可以自己 random，然后给为一个数字去 server 端，然后我们可以去验证说 server 端，呃，出来的结果真的是用他这个数字去做转蛋，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個方式理解。是。对，<是>这样这样理解可以。其实你刚刚讲就是我们用的参数贝塔，就是它 local sample 出来的，然后最后他在验证的时候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他有没有把自己 local random include 进去。 所以对使用者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他抽转战之前，他可以选择，呃，系统帮他产生一个随机数字，或者他自己产生一个随机数字。那到时候转战抽完之后，你就会有一包东西，你可以拿去、呃、第三方的网站去验证，说他真的用了你的这个随机数字，然后出来产生的结果，这样子吗？嗯、呃，这呃，如果你是在讲 robust opening protocol 的话，就是并不需要第三方。 这这个 protocol 其实是就是一个 client 跟一个 server 之间的 protocol。k <Okay, S 1> 那刚刚说要第三方的话，就是验证几率的话，那验证几率的话，就是我们的 local 并没有从就是玩家身上去取的。那个呃那个 random 是有一个 service 就是 random 的 speaker service。然后这 service 如果你要让它够乱的话，就是玩家也可以去提交自己的的 local random 到这个 service 上，然后去确保它的随机性是够的。 OK，好的，嗯、谢谢。那我们时间可能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呃到这边，我们再再次用掌声谢谢他们。